君上，300年了，你还是没有忘了他吗？你只是本君造出来的一个假人而已，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，要自己清楚。是，瑶光，瑶光知错了，君上原谅瑶光吧。若不是留着你还有用，我早就将你挫骨扬灰了。起来，继续跳。是。师傅，把这碗药喝了。